哪那么多矿工？原来是假矿工的概念。OK， 我看看哦。现在好像神秘了，不能干嘛？这里要挖掉，挖掉，不能有二楼。嗯，我二楼刚好稍微帮你挖了一些啦。是，我想要是偷他们家面包哦。偷，最楼上楼梯我就把它挖掉。哎，哎呦，我刚刚在水里也隐形呢。哦，好，因为海草的关系吗？可能，有可能哦。哎，不对，晚上是晚上随时隐形了，哦，对对对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不过海草在占据中间，他们在占据中间。好，现在占据中间，为什么？要六百秒了吧？钻石吗？钻石还没啊？六百秒，钻石还没开始啊？喂，还是他们只是纯粹想要在中间而已？想在中间互尬，想进攻被发现。哎呦，也不是不可能，会受伤，隐形效果消失。嗯，两根，两根，两根来，两根来。哎，好，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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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。他拿稿子，我要拿斧头了，还在骗，一下稿子，一下斧头，死了！哎、欸，阿基给我回来！躺一下，躺一下。我们的附魔台在这边呢吗？嘿，要放出来了，跟你拿一下好了。哈哈，跑走了。可以顺便做铁桩给我吗？好。有多的铁吗？有。我做给繁星。哦，刚好剩下32个。哎，快要第二阶段了，十秒。我先帮你合成台跟铁直接给你，好吧？好。第二阶段了，我去做牛排。有人要在家里宅了。我一直我在。你要宅了？宅宅我宅。宅宅宅你家。哎、欸，我宅牛排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我们这一队能拿弓的就只剩矿工跟守护者哎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有两个人不能拿。抽奖高的。哦，铁30个哦，还不错哎，就一瓶药水。中奖中奖，对啊。嗯。哎、欸，等等我。家里有放那个、哦、半组的牛排。哦好好来了，200往我们家靠哦。嗯，他是游侠，他可能放陷阱吧。对，繁星，哎、欸，牛排，繁星牛排，上面我看到，我看到，给你的，给你的。繁星可以给我一点绿宝石吗？有多少？都来、给我一些就好了，我只是要换经验品而已。哎、欸、咻，会会哦，直接换来这里了。嗯。铁扣多了，你又抽到30个铁，我。其实一直抽奖，铁会越来越多，很容易抽到，是不是、啊？哇，几率还蛮高的。我上一次的经验是这样。哦，哇，这个改建是跟谁抽？跟交易商人。对他是我们的谁？云月吗？他已经变了，他已经头都没了，哦，头都没了，好，对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，怕那个，我上次没有玩到，哦，就是因为团吼，哈，因为我，你不是每次读图都怪怪的吗？好像不止我一个啊，哦、就是很多人都有，都会卡一下，因为上次后来都卡卡的，就撇除各种方式， okay. 对啊，不然我也想要在地图上有我们，对呀、啊，闪一闪，这里。在破玻璃？哦，没有啦，我在弄那个经验品。破玻璃？哦，破玻璃，破玻璃，破玻璃，谁是破玻璃？哎、欸，杰瑞，你的那个换到哪里去了？哦，红什么？杰瑞，你还有一个铁吗？哦，红石吗？一个，我这里有三个。我给他。我说杰瑞不是音乐。吕月，你给我宅在家里！我等下挖自己核心哦。好了。哦，刚刚那个铁真的声音，我吓到了。三等中午。啊，够了够了，偷吸你的金，偷来，偷偷来。吸完了，吸完了。可恶！啊，再挖下面的矿啊。没有，这个、我们在那个木台跟铁簪。我就放这咯。好，我们要收再把它收走，没问题。欸、那个哈基总在我们家，哈基想还有那个黄金帽子，抗击退的帽子，欸、抗击退的帽子。哎、
还是你还要用？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哎、欸，他趁你虚弱啊！我虚弱，没有，是中午，你中午虚弱。你中午中午了、啊，对，中午你虚弱不能打架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，对哦，哎，还是趁这个时间来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如果嘿，现在时间中午一群刺客的话，会很惨诶、欸，中午就死了，中午会直接会被压过来，中午直接爆炸，没关系，中午我们就靠河豚大军。哎、欸，那个雨月啊，如果父母台放正，你觉得你要怎么放啊？父母台哦。直接丢给影院、嗯，让他自己去想办法。好了，让你自己想办法，好不好？让影院设计师去，影院设计大师。最简单方法就是丢给影院，丢给设计师本人。哎、欸，刚刚说谁交易商人、啊？对对，交易商人。我知道了，我要把它堵在门口。然后嘞，怎么抽？按右键吗？Q 出来 ，Q 出来。那这四个给你摆，来给我。其他书柜给我吧。各种东东。我再去想办法弄书柜。书柜上有什么换啊？绿宝石吗？书柜我有39个书。哦，你那边还有吗？好好好，我想要做一做。给你啊。OK、哦。你还要经验瓶抽到好多。哦，有，那耶、yeah, ，我也要。给你啊，我丢给影月了。好好好。好。还有隐形药水。我们在中间哦。哦，河豚河豚。哎、欸。隐形药水。我们河豚刺超高哎、欸，好猛哦。他进来了。他们想要弄我，好，我来了。哦，他把我飞起来，我帮忙。哪里？应该是给你，你真的堵在这啊？那个他有虚弱，他有虚弱。我有虚弱，他有虚弱。哦，我们这边现在两个人是废物。那这个粒子效果是什么？就往他会飞是不是？嗯，对，刚刚有飘飘的感觉。对，有漂浮。一二三四五，下午了，下午了，解禁了，解禁了。哎，巧克力隐形药水。啊，对啊，还是用到你要，嗯，可以，我太需要，我可以，他看我飘了，可以常驻隐形啊，他的那个棒棒，他抽到那个棒棒啊，你弄一下，看人棒棒，看到我就会飘，然后，哎，经验瓶，影院身上，我这，看不到，我丢地上，看，还有金晶石吗？不用，先退，好，先不用，好，中间很多人激战，好。我、哦、还有弓箭射击，我该，那行，我就慢慢的拉打。啊、哦，我看看，好，接近我的目的，我的目的是河豚。你只是要拉河豚，只是要河豚弄人而已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我装备复一下好了。哎、有三只河豚了。哎呦，繁星有需要河豚吗？不用吧，繁星比较不常用河豚。你之前不是都会有一只河豚陪伴着你？那来吧，马上怎么对它变心了？我身上还有、哎、好，祈祷工作台，我放这里，我放。哎、欸，铁那什么，云月铁针在这个箱子里哦。哦，哎、欸，跟你讲一下，我身上好多东西哦。我把中间的毒都先吃掉好了。现在副台那个最高级等三十等，最高了，最高了。最高限制了，毒中毒，游侠陷阱，吃，一次吃两个，吃，超毒，哇，毒爆哎、欸，哦，好，那你要出发是不是？走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这边应该没有陷阱，在你后面，我跟在你后面，这应该没陷阱了吧？我现在有点跨步，我都吃了，哎、欸，那三格你要小心哦、喔，啊，那我走旁边，哎、欸、小，原来你装备都附魔了吗？还没啊。我要先躲起来偷吃牛排。我现在等，多等级还不够啊，没关系。多吃。嚯、哦，二零在这里。我在他们黄金矿去骚扰。好，没问题。哇，守护者今天跳这么快啊？放什么东东啊？奇怪的药水、欸。他们这个扔我什么药水？我都不知道修多少。哎、欸，管束。怎样？你现在经验很满是不是？我守护者，我赎罪跳一格我就。基本上24等跳四分之一经验呢、欸，好猛哦！你已经24等了，你再加24等，对啊，太扯了吧！我已经26了，我刚刚讲完24，现在这么强啊！我已经27了，宅经济，哇，太猛了吧！666，一直修这个，我不知道到底修多少，修这个宅经济，我要30等喽！真的可以
弄都用那个三四等的书柜，对，靠你了，真的是靠你在那边附魔了。四等了，宅是一个市场哦，宅经济红哦，宅经济厂商看到没？嗯，快点发展哦！哇，哎、欸，他们虚弱哦，他们家完全没人，没有人除草。哇塞，嘿，小雨在干嘛？暴击你啊！啊，你等一下，不要拿骨粉去撒他们两个高的草。撒一个高的草会变两个。哪里有骨粉？对啊，哪里有骨粉？我有，我赌博赌到的。哇！所以现在赌也很重要。对，我刚有什么胸甲跟盾？这个。可雨一直守在家啊！可恶！我来了。可以帮他收一点青金石。我来了。跟影月有得比啊，怎么办？跟你讲这句话。对面也很宅哦。我的妈呀！我37等喽。哎，你都。拼上去啊！他们宅的是谁？小雨。小雨他们小雨很宅。多，骨粉应该给团团才对。嗯。嘿。嘿。怎么是不死？没脚胶。没脚胶的人。什么时候附近？哎、欸，我们家有绿色的，我们家有绿色的，有一个绿绿的。好了好了。应该是杰克哦。他是背刺，所以绿绿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在跑山，他有武器，没有？还有附魔，应该是那个杰克小刀，卖炸啊！你追他，你追他，我在家里等他。我偷走他们的矿物了，既然挖不了核心，我带矿物回家，爆他一下。哎、欸，铁矿可以帮我运回来吗？我来附魔。好，不行，他有哈技帮忙，速度结界哦。哦哟，凶巴巴。所以要保护四的装备啊！哦，顺便我挖这个意外之财，口袋有钱哦！上新闻要上新闻了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口袋有黄金哦，好多哦，黄金绿宝石，捡到200块，哇，20个黄金，我偷到绿宝哎，我抠到两颗绿宝石，我来了，有没有铁？就铁，我偷到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跟你要，你们家里有需要绿宝黄金吗？这个，我放绿宝，我放绿宝在家里。哎，那个下面的箱子。有物资，我偷到的。哇塞，你这个太强大了吧！我再付，我再付，我再付，我再付。宅经济，好强！等等，这个不要好了。这个不要哇！不要嘞！这个不是，巧克力。我来，这个。哇塞！地上。地上。刚刚路上的地，你应该捡到了吧？没有哎。没有，在附魔台旁边，附魔台旁边有个角角。哦，我直接跳过他。所以刚刚那个事件是什么？就是口袋有黄金跟绿宝石。嗯，哦，巧克力，等我20秒，等我20秒。啊，你又要30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要30等了。宅经济太强大了吧？有点。他这样要再修正一下哦。好了，我30等了。我觉得这守护者是该有经验，只是这个太夸张了。地上强。不是，你知道我这已经全套保护色了啊！太扯了，有点扯。你那个书弄个那个有没有锋利的斧头？我的稿子跑去哪了？锋利式斧头或者火焰剑？你们再有这两个就天下无敌了。我有火焰剑，不死克星啦！你可以用不死克星啊！那再麻烦你啊。对啊，你就附在那个斧头上面啊，这里啊，燃烧斧是不是？不，那个锋利剑你就那个啊，锋利剑在前面就可以了。嗯，哦，哎，我没跳，好玩了，我刚刚也跳了啊，哇，随机正面效果，还好，那其实好像还，那要不然我们就跳到满，啊，也不用，我哎呀，我那个还是想用钓竿钓我，哇。火焰而已，我努力看看。好，火焰而已。中午火焰就不错了。只有火焰而已，只有火焰打不痛。中午哇，又被掉了，没办法了。要解禁了吗？可以跳了吗？我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跳。耶！而且，耶！跳，跟血压一样。你们有一份，我靠！我满血，我不挂了，
不骂了，不骂了，我满血了。不过是一点点的正面效果嘛。我的稿子没回来，是不是要去买啊？嗯，铁针在哪里啊？挖矿稿没回来，是不是要去买啊？铁针不在箱子里面吗？我刚刚放在箱子里、哦。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我的河豚，我的河豚卡在那、啊。没有、啊，你干嘛、啊？香香香吗？没有、啊。香香，刚刚进来了，他进来了。啊，可能被偷走了。刚刚有人从我们下面走。哦。哎、欸，张里，他进来了。他进来了，我来了。嘿、欸，我还是可以打。他烧起来了，烧起来，烧起来。我把他打不到，我打不到。我把他当不死猪打。不死客气。直接烧死他。哎呦。哦，机械师是效果大家都有。对对。哦，我都有，所以很懒。要瞧。双面刃。他是双面刃，那果然是放虚弱在家里挖核心比较好哎、欸。Yeah. 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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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有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又有东西，又有东西给你玩了，又有新玩具了。哇塞！哎，来来来，我放在副